新自费中心给你公布，本土课程有四百下个，新增加四百五千空八十一滴，那我有一百空九滴希望，今晚落地价有二十九滴。本土偏离增加四百五千空八十一滴，我向个七千一百八十四滴是最多的，建议多个是台中六千六百九十四滴。自费中心表示，中南部寒体供应器，北部个课程人数有六六个下降，一下估算课程人数徛个人口个12.44%。边境体育白查到五例奥密克戎 BA. 点四跟 BA. 点五州中毒确诊的病例，指挥中心表示，对各级方的治疗来看，两个州中毒传染率比一下境内流行的 BA. 点五增加三成，不过没造成很高多人死亡。今年总重症个案是增加378例，重症是增加13人的，一个两岁的西亚来的无慢性病，又出透析过急30过厉害，一下新人的重症总共有53，死亡17。指挥中心计划每星期提供促销性重招技巧共备会计，聪明礼拜会计200，共中年人体100，忙到两岁做得50会计。